要是啊是啊是啊啊请好你先走哦好尴尬嘿来了就是湘雅的大佬好厉害嗯他拍照很牛他骑单车很牛他打篮球很牛你不会怕谈恋爱吗不至于你是有点忙我是想结婚但是年龄越大越找不到三十了没事三十而立你可以立起来了就立不起啊可以的我爷爷那些后代中间就我一个没结婚就挂着我哎怎么还没有结婚我爷爷五代同堂就塌了我这一个但是有一个人要跟你过一辈子哎这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你这样子你想找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有点空间的人对哦对哦往往情感大师自己的情感是一塌糊涂的一个母胎 solo 给另一个母胎 solo 出招我也那一个敢教一个敢学